大家好，我是阿芳，欢迎大家来到阿芳的编织课堂。今天设计课呢，阿芳给大家带来一款漂亮的针织围脖。好的，今天阿芳用的呢是这个粗的松鼠绒一股，然后呢加了一股这样的缎染的马海毛。我们这个棒针呢还是用的直径5.0的哈。先给它打个活结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起头，起头我们就这样起哈，或者你这样起也可以。这个活结我们算作一针哈，然后呢，我们总共起15针，放到这边来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的，起好头以后呢，我们直接这样织哈。我们这个针法呢，这个部分呢都是下针，也就是搓衣板针，正面反面都是下针。大家就这样子一针对应一针的织。我们这两圈呢，这两排还不要加针减针哈。好的，这里织完以后，把织物翻转过来，翻转过来呢，我们给它第一针是反针，我们给它反挑下来，然后把线绕下去织。大家就不加不减的织，织完这一排，我们下一排开始要有花型了哈。好，我们开始织第三排。第三排第一针呢，我们还是给它翻挑下来，把线绕下去，织11针，不加不减的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的。11针以后，我们绕线加一针，加针，然后把后面这两针并一针，直接可以，直接这样并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并完以后呢，我们又加一针，后面两针就一针对一针的织。这一排织完以后呢，我们针数呢加到了16针。你看，我们加了2次，减了1次，也就是加了1针。然后织物翻转过来，我们这是反面哈，反面它是没有花型的，就是不加不减的织下针。不管你是加的针还是并的针哈，全部是下针。你看反面它就是这样织的。好的，我们又来到了正面。正面呢，我们第一针还是给它反挑下来不织，然后呢还是织11针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的，我们绕线加一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又绕线加一针。后面我们这一排呢是3针，因为上一排我们已经加了1针，是吧？这一排织完以后，我们针数呢加到了17针。反面我们还是这样织的哈，就是不加不减的全部织下针。不管是我们刚在这一圈并的针，还是这一圈加的针，都是织下针。其实呢，这个单元花的织法超级超级简单。我们这样的加针呢，总共加10次，我们现在已经加了2次了，是吧？加10次，也就是说把针数加到25针。好的，我们又来到正面。其实正面的织法呢都是一样，只不过它后面的针数呢越来越多。第一针反挑下来，织11针，我们再开始加针减针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的。然后绕线加1针。
两针并一针减一针，我们再绕线加一针，后面呢这一圈就变成了这一排变成了四针了。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加一次针，它这里就有个洞，看到没有，姐妹们？我们这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三个洞。大家按这个方法一直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们这里十个洞，也就是总针数呢25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指哈。大家按这个方法，前面呢我们永远是11针，11针以后就开始加一针减一针加一针，后面呢就是不加不减的指，反面呢我们全部指下针哈。好的，我这里已经加到了25针，这里10个洞，大家看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10 10个洞，我们现在开始收针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收针呢在正面哈，这个线头在后面的这个是正面，也就是说我们这样是正面哈，收针加针我们都是在正面的，然后织完以后把第二针挑过来压住第一针，把第一针挑过来压住第二针，一针两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的，大家收完以后数一下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加上这一针15针，然后呢我们又回到了起点，又开始跟刚才我们这一片的一样的指法哈，这第一针第二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好的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1针，然后呢我们绕线加一针，这里减一针，就是两针并一针，我们再绕线加一针，把后面两针一针对一针的织，看到吗？方法跟我们第一片是一样的哈。这个呢总共织多少片呢？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这个粗的松鼠绒的话，粗针粗线的话我们织一个10片，如果你的线比这个细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织一个12片，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粗线呢每一圈每一组呢它是挑10针，然后就是针数是大概是100针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看到吗姐妹们？如果你是12片呢大概就是120针，看我们反面还是这样不加不减的织，反面我们是不加不减的哈，到正面加针减针全部在正面，大家呢新手姐妹呢可以在正面给它扣个记号扣。现在我们织完第一片已经看得出这个在右手这边的这个就是正面，好的，第二次加减针，还是这样的哈，一模一样的织法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的，绕线加一针，然后呢两针并一针，我们再绕线加一针，后面我们这里变成了三针了，所有的十片织法都是一样的哈，大家按这个方法呢总共织十片，十片我们来开始来合，给它合并，我们已经把这个下面的主体部分给它织好了，织好了我跟大家说了哈，你想要多少针，比如你的针线的粗细决定着你这个单元花的数量，像我这个粗针粗线的我有8片7片就够了，因为我这个松鼠绒已经够粗了，然后我还加了一股马海毛，所以我这个呢相当于基本上相当于棒针线的，这个上面部分有70针足够了，也就是领口的部分，大家呢如果是用单股的松鼠绒呢你就织一个9片，大概90针的样子，你不喜欢这么松的呢你就织一个8片80针，然后再细的线呢你就织一个10片，就是100针，比如我们的无骨牛奶棉中细线中粗线就
织一个十片，它一片就是十针，因为我们是20行一片，所以呢，我这个七片呢就是大概是70针左右。再细的线呢，比如四股的牛奶棉，或者说你是羊毛线什么细一点的线，你就织一个12片。我们领子这里呢是120针，大家听明白了吧？所以我这个线呢很粗，你看织出来也很厚。我刚才试了一下，我织七片就足够了，总共是70针。现在我们开始缝合，我们呢也是这样哈，织到这里呢，把这个我们加出来的10针给它收掉，收掉这里针上剩了15针。15针这个呢是我们的背面，我跟大家说了，我们收针的这边是正面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收针的时候我们正面贴着正面哈，在这里收，不要收到这一片了哈，这一片不对的，我们收这里，这个线头这里，大家看一下，线头对着这里，一针对一针的收。我不喜欢这个大的领口，所以我觉得我有70针足够了，我织了7片。好的，这边针给它退掉，然后呢第二针，看到吧，我们起头的时候一个辫子就是一针，然后跟这里的一针给它直接两针并一针给它并掉。也就是说我们缝合呢是在反面缝合，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这个呢已经缝合好了哈，缝合好了我们这样给它翻过来，在正面挑针。缝好了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等下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挑下针，它会收一点，这个形状就出来了。这个领子呢，大家织领子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换细一点的针，也可以用同型号的针哈。我喜欢稍微松一点的，所以我用的是同型号的针。我们这个挑针在哪里挑？大家看一下，看到吧？一个一个这样的辫子，我们两圈两排就有一个这样的辫子，所以我们每一组呢，它是。加了10针，也就是20圈，20排，它就每组有10个这样的辫子。我这里呢织了7片，所以就是70针。70针像我这个这么粗的线足够了哈。大家呢，如果领口想织这个双螺纹的话呢，大家挑针呢要挑4的倍数；如果织单螺纹的话呢，就是挑双数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，姐妹们？我这个呢随便，单螺纹双螺纹都可以，大概挑一个72针出来吧，每一大家平均把这个针分到3根针上去，就这样挑哈，看到没有姐妹们，我再说一遍，就是这个，看到吧，它两排就有一个这样的辫子，所以我们每一片呢它一定是10个这样的辫子，挑出的针目呢大概就是70针左右。好，自己把这一圈给它挑完哈。好，我这里呢正好挑了70针，所以呢我就织这个单螺纹。单螺纹呢就是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一个下针，然后先织一个上针。这一集呢经常织的姐妹这一集都不用看了。好，我说一下大家这里这个领子织多高呢，大家想要织这种双层的可以翻的领子呢，我们就织一个17-18厘米啊。如果你织单层的矮一点的，你织一个10厘米，高一点的织一个12厘米哈，这个大家自己选择，因为有些姐妹她不喜欢这种双层领，觉得太厚了，所以呢这个织多高呢大家自己决定哈。我是打算织一个18厘米，织一个双层的可以翻下来的领子，既然想要保暖嘛，肯定就领子厚一点比较舒服一点，好不好姐妹们，这个地方大家自己完成，完成了我们开始来收针。还有呢会钩针的姐妹，你拿出你的钩针，准备一个 5.0 的钩针。我呢准备下摆这里呢给它勾一点这个花边，简单的花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我们这个三角形波浪形的这里，我准备给它勾一点这个花边。好，姐妹们，然后呢不会钩针的姐妹你直接这样结束其实也是挺漂亮的，
或者说你拿出你的环形针，在我们这个眉针里面给它挑针，就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一针里面挑出3针来，就是我们这个角的地方，挑出3针来，你织一个四圈平针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卷边的，也挺漂亮的。这个棒针的简单，我就不给大家做教程，给大家勾一点花边吧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领子部分给它完成。好，姐妹们，我这个呢，因为我后来想一下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织一个钩织结合的，所以我这个织了10厘米，也就是3寸左右，我打算收针了。后面我又用钩针钩一圈花边，所以我是平收，也就是一针套一针。大家呢，如果不会钩针的姐妹呢，你就知道你需要的长度，你想织一个15厘米呢，或者20厘米都可以，甚至你喜欢高领的话，好吧，姐妹们，我们如果你是机器边收针法，我告诉大家怎么收哈。织第一针呢是下针，我们就织上针。好的，织完以后给它把这个针给它转过来，然后第二针呢是上针，我们就织下针，把这一针给它调过来压住它。好的，第三针我们是下针，我们用上针织。上针大家看清楚哈，我们给它把这个线头放到前面来，织上针。好的。第四针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用下针收。这个呢就是机器边的收针法，大家收针的时候不要太紧了哈，稍微松一点点。好的，因为我后面我要勾这个花边的，所以我是平收。大家看一下平收怎么收。平收呢就是最简单的，叫什么平针收针法，我们就是一针套一针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哈，好的，织一个下针。然后我们再织一个，织2针，把第一针翻过来套住第二针。好的，就这样。这个收针呢，我们也稍微收松一点，不要紧了哈。特别是你的针数是算的正好的时候，我们更不要收紧了，稍微松一点点。大家用这个方法就这样给它收完，收完了呢，这个线头不要剪了哈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线，直接给它勾花边。看，收成我这个松松的样子就可以，不要太紧了哈。收成我们还有弹力的样子就可以。好的，自己完成哈。好的，我这个已经收完了哈，收完了我们开始勾这个花边。我们先在第一针上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勾3针吧，勾3针，我们跳过1针、2针，在第三针上勾一个短针，然后1、2、3，大家看一下，跳过1针、2针，在第三针上勾。大家看，我们就勾这样的，一个一个这样的线圈，一个短针，三个锁针，一个短针，三个锁针。大家如果不想这个地方这么大的话，你想收一点针的话，我们这里中间就空3个针目，我们这里呢是空了2个针目，就是这样的哈。好的，3个锁针，然后这里空1针、2针、3针，在第四针上勾一个短针。3个锁针，勾完以后空1针、2针、3针，在第四针上勾一个短针，1、2、3，大家看一下，1、2、3，也就是4针为主。后面呢多个1针或者2针的话，大家自己调整一下。我们的这个网格的数量呢，最好是双数。好吧，姐妹们，就这样的网格子，这样的数量是双数，双数呢，我们就好勾下一圈的花型。好的，大家看我这里最后呢差一针哈，差一针少一针没关系的，我们还是这样勾，勾一个锁针，然后呢在第一针上给它勾一个中长针，这样做呢是为了让线头在中间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勾一个锁针，在第一个线圈里勾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
六，下一个线圈里面勾一个短针，在下一个线圈里勾六个长针。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线圈为一组，所以我们这个线圈的数量一定要是双数。大家看一下，勾完了就是这个样子，自己勾完这一圈哈。也就是说第一个线圈里勾一个短针，然后第二个线圈里就勾六个长针。所以呢我最后这个线圈呢是做了处理的，为了让它线头在中间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引拔，把线头引拔到中间来，这样就麻烦一点。看我这里246，好的，然后这里勾一个短针，好吧，大家自己完成。刚刚忘了让大家在这里做个记号，就是我们这个勾一个短针啊，一个锁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，中间这里，好的，大家自己完成哈。好的，这一圈勾完了，我们在这里引拔哈。然后把线给它剪断。剪断以后呢，我们在下摆这里，会钩针的姐妹呢可以在这里勾一点这个花边，一样的花边，我看一下找到这个接头的地方，跑到这里，勾法呢跟这里是一样的哈，一、二、三，这里呢我们可以勾四个锁针下摆这里，然后这里空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在第四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里呢也是一样，一、二、三，在第四针上勾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在这里勾一个。大家看我们这个一二三，每一个这样的就是三组，然后呢看一下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十四乘以三，它是双数，双数就可以了。反正大家在每一个这样的小方块上面，我们勾三个，每一条边上勾三个，应该是这样说哈。再来一二三四，好的，我们这里空一针、两针、三针，在这里勾一个短针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在这里。好的，在这里勾一个。反正我们就是分散均匀的，在每一个这样的小方块上，就是每一条边上。我们勾三个这样的线圈，知道吧，姐妹们？一二三四，在这里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在这里顶上这里勾一个，大家完成这一圈哈，看到没有？每一条边上，我们每一条边上三个，因为它这个边是双数，所以我们勾出来的这个线圈它一定是双数的。好的，大家注意了没有，我这个组里呢这里加了一股这样的马海毛，然后勾这两个花边呢我把马海毛给它去掉，全部是勾的松鼠绒，这样呢勾出来比较漂亮。然后呢还可以跟我这个，我组里呢我有一个这样的帽子，就是全部用这种颜色勾的帽子，织的帽子，给它配套，这样也比较好看一点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是吧，这个地方我把马海毛给它去掉了。大家勾完这一排吧，勾完这一排我教大家勾我们这个领子的最后一圈，好吧。好的，这一圈的最后一个线圈呢我们也是这样哈，勾两个锁针，然后在我们起头的这里呢勾一个中长针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在第一个线圈里直接勾一二三四五六，再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四个锁针，所以呢我们这边呢要勾八个长针，七八，
好的，在旁边这个线圈里勾一个短针，再在旁边这个线圈里我们勾八个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的，然后在这里勾一个短针，再在下面这个线圈里我们勾八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也是两个线圈为主，一个线圈呢勾八个长针，一个线圈勾一个短针。手法比较紧的姐妹呢，你就勾九个长针，好吧？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手法调整。反正我们勾完以后，大家看这个边，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没有这样往外面翘就可以。或者说你到了拐弯这里呢，你可以多勾一个长针，这样它过渡更自然。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，你感觉有点弯的话呢，我们就给它加一个长针。给它拆掉，拆掉，我们在这里加一个长针，看它有没有自然一点，过渡更自然一点。好的，我们在这里加一个，啊，勾一个等，然后这边呢，还是勾八个哈，这个地方还是勾八个，我们就是到了拐弯的地方，我们给它勾九个，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的，在下一个线圈里勾一个短针，刚好加了一个长针，好像好多了。好的，这里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全部勾八个哈，就是如果你刚好这个八个长针呢，在顶角这里，我们就勾九个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再来勾一组试下看哈。好的，这里到了这里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勾九个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的，在这里勾一个短针，大家看一下，勾好了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感觉还蛮漂亮，加一圈这样的花边，看到吗？两个线圈为一组，一个线圈的勾八个长针，一个线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这每一组的最上面就是这个线圈，这个线圈我们勾九个长针，这样呢，拐弯的地方它就过渡更自然一点，其他的地方像这些地方我们全部勾八个哈。看到吧，就这样勾，勾完了呢，我们这个围脖就结束了。大家自己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好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这个钩织结合的围脖的教程就全部结束了哈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